那个八卦爸爸很大了，马萨克波，我靠我的娘！对，就会长大，哎、对，长高，也就如果台风什么，搞不好死的会倒下来的、除了绿的以外，这个在这里是可以的吗？这里可以啊，可以啊，这可以啊。这里有什么？自由的呀。我当时提到过多少绿的？哦，亚马努维，亚马努维。他是去另外一个岛，内里岛，这边是外里岛，这边是外里岛。我觉得林头很有趣、长得比较壮，比较强壮。他说他愿意为你两年后开，他愿意帮你种红树林。所以呢，他现在种两年，他可以长那个小的，跟那个小的、那一颗吗？跟那个长不一样，那小的那一颗。两年后，如果你要现在决定，你要叫他决定一个点，现在每天他偷偷帮你种。不用了，不用，不用，不用。现在已经可以驾驭他了。变成他们的主观视角看下来，其实我这边有人在，在那个庙里面，阿里里面拍的。这边的红树林的景是真的非常棒，来看了以后。后来这个地方又有一些什么，又有一些世界遗产的问题，好像明年还是后年，他们就会整个西表岛有大部分地方都会规划为世界遗产。这次的拍摄对我们这个电影真的非常重要。我们亚亚马で撮れるのは本当にこの映画にとってとても重要な部分。他这个是过来谈的，那是个啥？今天你来也要保密，保密，现在是最大的问题，反而是预算，因为如果要到这边那么多的场景要来这边做的话，在拍摄上会有很多的限制，电影的预算势必会增加，因为这边就光吃就是台湾的两三倍多了。那我们先，因为这个是没有大树的嘛，对不对？对，小树，小树。三部曲是一个，它的年代是17世纪，这个台湾里面其实几乎没有任何景是符合的，因为我们台湾开发算蛮早的。那冲绳我觉得看完之后，我觉得它真的光看照片我就觉得它很漂亮，几乎在台湾是完全找不到的。我觉得可以去冲绳拍，是因为导演他是一个故事需求以及镜头需求想得非常清楚的人，但冲绳很多地方很巧合的就会跟他原本想要的东西一模一样，所以我觉得是冲绳吸引他的地方在这里。当然一来也有红树林品种的关系，那么庞大的红树林的景致，然后他们又有机会可以被拍摄的话，那诱因就很大。我觉得冲绳他们有一种干净感，对，自然的干净感，不是人为修辞，在台湾取找到它取代它，这样子至少要相似取代它。那我觉得这过程中间其实是超级难的，因为冲绳有的这些自然地貌真的保存得很好，因为我个人觉得冲绳无可取代，对，可是我又要逼自己找到可以执行的，对，降低自己的部分美感，然后去逼导演妥协，对，所以就觉得很困难。Baik kakuan tak imin, kipuruh kiramu yan. Rah,
Así que me macarón la niña tu cabaja gente. 大部分我们都是找实景来做拍摄，所以我们要找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找一块地来做大景，然后上面种香蕉，就不要碰到水啊。他们合约都是一年一起，一年一起，对。一般人会觉得，哎，空地就找空地，可是其实台湾地势几乎是每个地方都有人在管理跟控制的。其实它现在是一片平地没错，可是它未来一年后它要开发，所以其实空地好像选择很多，可是选择又很少。美术其实一直在进行嘛，概念设计跟规划，场景就开始也进去找了。那时候其实也只有一个人在找景，他先找一年。然后找了一年美术同步去做规划之后，我们才准备进入前瞻时期的尾端，各组开始再加一些人，因为光美术部门可能就超过200人，对，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部门，所以美术费用算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支出项目。艾利盖亚基波莫萨基巴拉迪斯卡马胡巴基帕克甘夏古拉奥阿巴基夫纳。问建筑师，他是说那个结构的问题是贵在哪里？钢梁还是？三部曲的规模是真的很大。那一样以希拉雅来讲好了，我们麻豆社的主景就一个主景就要2-3千万，在搭景上面，还不含植栽，还不含陈设。但这只是我们其中一个景的美术预算。其实麻豆社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啦，我们先把原本的荒草还有不需要的植物把它去掉，然后把它整平，这就花了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2021年的2月左右我们才正式开始搭。因为我们的麻豆社其实已经搭建完成，土也运来了，也铺了茅草屋，通通都搭好，质感也都做了，只是我们的第一个景而已，而且是相对很重要但不是花费最大的景。台湾难得有这么大规模的案子，不是说钱多就重要，不是说规模大这个片就怎么样，只是它给了大家一个舞台，可以把大家学到的东西、想要发挥的东西，有一个舞台可以运用。对，他一直以来就是想把这个故事说得很完整，所以才会一直都是三部曲，不是什么一部曲。那为什么这么考究？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想要重现大航海时期的台湾。那你如果把它开得很随便，或者是年代不对，讲话口音好现代，就会没办法体会，就是他想要呈现的400年的那个状态。台湾三部曲这个作品，它其实是背负着让大家有一种对文化上面的了解，更了解自己，更知道自己的故事，这块土地上面的连结跟情感。其实就像我接到这部案子之前，对于400年前的台湾，我是一无所知的。他没有照片，所以没有人知道他视觉化到底要怎么样。很多图画是想象化，是当时的人他们听谁说，然后之后想象化出来的。历史会因为一直挖或更高的科技去解析出来，然后就发现出更新的，所以历史是会被翻新的。导演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历史资料库，不是只有那个400年，也不是只有那个日治时期，它是整个全部都很通透。故事的呈现上，在编写的合理上，连我们的顾问们都觉得他的那些 knowledge 是非常非常的强的。之前的案子比较少可以遇到这么丰富的参考的资料的一个搜寻的空间跟时间。汉人的这个场景的设计，这个范围里面，其实我觉得层次还有堆叠的美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来这里，只身来到台湾，他们很多其实都是罗汉卡，他们如何用当地的建材随手可以取得的东西去盖出了他们的遮风避雨的房子。建材之多元，然后种类也非常的不一样，很多的建材其实是需要搭配的，可是怎么搭配好看是一件事，怎么搭配可以配得出
这个氛围，觉得是汉人族的挑战。我们如果找到的资料不多，相对换一个角度来想，我们发挥的空间太大了。都给你和您的航路干嘛不啦？那嘛不打发我去台湾。这个案子对我来讲，它其实可能就是赛德克巴莱的100倍吧。我们从以前就一直都知道这个东西一定很难，同时会存在一个很矛盾的情绪，就是那么难真的要做吗？就如果可以去呈现出那个状态，好像真的会很棒。我是第一次接到的案子是导演把分镜全部画完，他其实很清楚他这场戏他要讲什么，所以一个部门来讲，不管美术，不管是服装或是其他部门，其实他只想要的是你们可以帮我达成我要的氛围。后面进组了，我们都不用看剧本，直接看分镜，把它当漫画看。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台湾蛮多导演是其实很难办到。对，其实我们看完分镜表，基本上就好像看完漫画，已经看完这整部片了。片子本身难拍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对，因为它又要历史的演变，我们城堡要有不同的阶段，我如何在拍摄期里面确实的达成。但现在是所有东西 double 再 double， 然后在同一个案子里面发生，我觉得是考验大家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成熟度。这部片最大最大的困难是我每一个观众看到的画面，我每一颗镜头全部都是做出来的，所以它成本的确会是需要非常的多，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做特效就会比较便宜。我需要建 3D 我去画，或是我拍了演员这个素材，我的背景我照样还是我需要去取景，这个时间成本其实是比大家想象的高很多。那那我的家修路银换，但想阿来的家人的家里的那么顶。希拉雅，希拉雅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其实是去了很多部落，很多活动，从希拉雅族的活动，然后一直到阿美族、台湾族，就是这三个区块的活动，几乎应该都跑遍了。他们的训练其实是除了表演之外，还有体态。对，所以他们就会去上一系列的体态雕塑课程。魏导的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他会希望，尤其是素人演员，可以是他们自己的特质，得以发挥。都设计很多，就是在肢体方面，在声音方面，然后在体能的维持上面，还有他们的积极度、主动性。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要帮演员找回，那时候的很单纯、很原始的反应，那个又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啊。就是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演员的专注力，然后当我们要开始进入角色之后，我们其实是要把自己完全倒空，然后让角色进来。所以前面我花了蛮长的时间在帮素人们培养这个能力。在那个年代，你有什么样子的工具，你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条件里面，那你会怎么做？那其实我们就是按照着这个逻辑来去设计，来去想象。希拉雅语真的蛮困难的，因为它是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语言。对，所以基本上来说，它当然跟整个南岛语系都有关系，但会的老师真的很少。那我们就是有找到硕果仅存的几位老师，大部分的演员他们其实都有族语的能力。对，所以对于阅读这种罗马拼音啊，譬如说猴头音或者是打舌音，这些蛮多学员其实都会的。当初要找这些荷兰演员，因为我们主次要演员我们就调了大概7-8个，而且都是在荷兰或者是比利时、欧洲都是非常有名的演员。Yes, sorry. 像杨恩的话，就是在第一批演员资料里面，其实导演就有选中，他就是上了那个希拉雅语的课。这样，对啊，希拉雅语老师说他是里面讲最好的，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压抑。这样。Tu kiri ki avo ni pakbu kiri dapat tahu tahu uhan ting di kanan。可能因为是我自己，可能是跟荷兰演员联络，我就会
得到他们的一些反馈，很多都是哇，原来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他们不知道原来台湾是曾经是荷兰殖民的一部分。马萨文拉巴马汉达马伊朗达布贡，我负责最主要的主景就是热兰遮城嘛，它是一个城堡，在17米高的山坡上面再盖一个12米高的建筑物出来。就拍戏的美术来说，我们比较少做那么死扎实的工程，然后甚至我们必须要跟建筑师合作，因为它有很多结构上的问题。那时候我们所有的工程一开口，那个费用都是很惊人的，就是上千那种，上千，然后三五百，随便你做一件小事就三五百上千，所以大家也会很紧张。好，左边这边是原本的山体，那右边这边呢，我们把它简单的分为后山区域跟前山区域。最节省状态，转一个面向，让它变成一个背对背的建造模式。因为钢构做不成，就是风险太大了。我们考虑换成这个，就是把它砍成两半的方案之后呢，拍摄上面来说可行，然后你在工程上面也可行的方案。虽然以前在赛德克的时候也是有堆过小山嘛，但现在那座山可能就是它的十倍。那就会结束。那主要因为它还是海边，然后这个又钢构又20层楼，其实那边的土质反正就比较稳一点点。开始要钢构这块钢的时候，我们刚好全部的钢架都涨，因为那时候货柜进不来。整个工程界、建筑业界今年就是缺工，然后缺材料，不管是建筑师或者是他们寻访的钢构厂商，对他们来说也都是一个蛮特别的挑战。你们一个个马巴东达爸爸，一个老爸，那你要登基不断到台湾。因为我们有很多船的戏，那如果真的把船拖到海上，那毕竟有很多安全性的问题嘛，又不好控制。我是负责船部分的制图，然后做船的就是真实结构的设计，就是例如到时候怎么让船浮起来，因为有一些水池是不够深，然后会用其他代替的方式来代替整个船的造型。然后大船的部分是还持续在进行设计的部分，那有些已经开始试做缩小模型，或者是试做实际一比一的船，都已经在进行中。这样。今来干咩？第二爸爸，第二阿爸。在农历年后就进来这个团队了，那时候就是被交代主要要做群众募资的整个企划的统筹这样的一个工作。宣传啊，或者是这个群众募资的计划的属性，就是它整个内容要怎么让大家知道。因为其实我们整个计划本身它会需要比较多的资金，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比较实际一点。那可能可以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我觉得对我们整个计划来讲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在这一年准备的东西也非常多，而且我们得到了前面20000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一些资金的支持。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钱花在哪里，透过直播的方式，透过我们影片的制作，然后甚至到电影。那我也很谢谢大家，就是愿意把自己的薪水啊、辛苦钱，然后投资给我们。他们的踊跃的募资，真的让我们觉得有一个很大一股希望，非常的有动力。象征着有很多人愿意支持他。陪伴我们一起创造的力量吧。因为每把刀的设计都不太一样，就是有这种黏毛皮的，或者是这种仿成片的啊，然后就是会再去做加工这样子的背带，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成片的，或者是皮带，是我们就是自己去做，然后做这些缝线做旧这样，然后才有办法完成一把刀。因为大家一来也都是希望可以听到他本人来表达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为什么要给你一亿？为什么要给你2亿支持你的梦想？我觉得这就很需要本人现身说法。建立在人文艺文的基础之上，你想象有世界各国的传奇，时空地点不同，大家的思考逻辑就不一样嘛。30亿拍三部电影，一部电影其实大概12亿嘛，然后大家就说：哇，你这预算真的太惊人了。OK， 对，因为身在台湾这件事情就是很惊人，没错。刚好1917那时候上映吧，我就查一下，他应该一部片就超过我们两部片还三部片的预算。他的预算是多少？我们的预算是多少？你用他的状态去规划跟思考，可是我们的钱明明就没有人家多啊，那这个思考对象还是有问题。德莫努纳多，达阿里基福克伊邦，吉阿里阿里基伊布顿，伊米达阿巴。指挥中心啊，我们要宣布，哦，那从今天起，我们要提升全国三级警戒。三四月也在筹备，然后到五月的时候疫情就爆发了嘛，那真的是打乱蛮多节奏的，有蛮多的讨论跟想法。募资这一块会提升蛮多的难度。我们现在最新其实就是昨天刚颁布的，就是已经全剧组的人都让他们是 work from home， 就是都是在家工作。疫情当然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啦，除了资金以外，还有工程上啊，师傅们也要戴着口罩才能工作，然后钱的影响当然会拖掉工程的时间，会比较延缓这个样子。要开拍耶，要开拍一个三部曲这么大的案子耶，那我们要停吗？还是我们要继续赌赌看？那在跟了一个半月之后，就发现完全不行啊。没有变好，只有变更严重。筹资资金的问题要再夹杀，因为又要开拍了，又需要大量的现金，筹备也被夹杀，就是人也来不了，然后大家工作起来人心惶惶。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找了我啊、怡静啊，然后小竹，就我们有几个一起到果哲办公室。真的没有那个能力这样子做了。你看我一个人，我无多呢，那折那锤子，这个我真的有我的难度了。哎，这次就跟大家说声抱歉。但后来其实心里也比较释怀了。我觉得导演那个判断可能是对的，因为以截至今日，其实大家都还是进不来。所以当时如果我们没有停止的话，我们到现在还是拍不了，然后只会损失掉更多的辛辛苦苦募资来或投资的钱，这样。准备上啊，至少说在剧本上面每一场戏都有执行的方案，就心里就踏实很多。就从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到后面就有一种，欸，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感受最深，酸甜苦辣，其实都是导演自己最清楚。我们这个整个筹备前置的过程也像是一个史诗级的过程，就是突然之间也是有点像陨落般的结束，这样也蛮符合史诗级的一个电影。其实心里蛮难过，也觉得蛮遗憾，就有时候我觉得是一种很天真的力量吧，就大家希望看到这件事成真，然后大家就是尽力的去做，很多困难，但是大家尽力的去克服，最后结束了，大家笑一笑 ，OK， 我们曾经走过这一段。在后面这样子，就是用来背很大的东西，对，大东西，因为这个是男生打猎或什么出去在背。我觉得就是台湾没有那种，就是真的这种比较写实挂的处置，可能一方面产业跟空间的问题，对吧，啊？不然这些东西如果最后是要丢弃的话，是蛮可惜的。因为其实有办法留下来的话，时不时都会一直被需要到，对，但就是没有那个系统。这个是就是现在台湾我就唯一的拍次老师，就宋海华老师。那时候魏导是希望可以让大肚王国的战士是一种很
骁勇善战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纹身是全身性的。但其实老师非常期待这些东西也可以以动画呈现，他觉得动画的效果好像会比画在人身上更来的深刻跟明显。因为我们其实还是都有把各个角色的东西都留下来了，那我们就是对有一丝的希望，对，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大家再聚在一起，然后把这个完成。钱的问题、疫情的问题、政府投资的问题，全部都受到很大的挫折。这样，在最痛苦的那个时间呢，刚好我要让自己冷静，所以就一本书我就拿来看，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不做成动画呢？我反而觉得这样子更有趣啦，因为以实际拍摄的话，有很多的镜头我们必须要，因为场景问题，因为场面问题，有些部分是必须要妥协的。比如说我们有几场猎鹿，开拍前我们已经买了20头鹿了，准备要做拍摄用，可是我要拍出那个很大场面，并且鹿要配合人演出的那个部分，我怎么控制那些鹿群？天气热又受惊吓，那个心脏跳动得更快，所以更容易暴毙。宫崎骏那边的一个制片，就是总田先生，有请他帮忙为我们这个事情给我们一点意见，看看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做这样子。他给的第一个意见就是先找到一个有制作经验的制片。我那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童导演。当动画有动画的难度，是另外一个领域，但是它的难度容易克服，不受天气啦、演员啦什么什么，但是它那个美学是另外一种。意外的是，这部片在前期的规划，哇，超越我的想象，就是考据的过程啊、历史的研究啊，哇，发现这个大家真的投入了很多很多的心力。这语言不是只有讲话，有些语言是要跑步讲话。有些语言是爬山的时候负重在讲话。你在录音室里面很难有那个感觉，就是哦，这个是我背得很重的东西，我在然后走得很累了，我才讲出来的对白的，这很不容易做到。对，味道的这个动画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场景已经有了，然后演员也其实也训练到一个程度了，所以演员也知道，那他们不是指望着说进录音室吹着冷气去把这个戏演，所以我们就整个就决定我们拿到外景去。那你到实际的场景演戏有一个好处，热也是一种戏啊。台湾的动画可能就从这一部三部曲开始吧。我对我们的故事很有信心，那个田野资料，然后再加上跟学者的讨论，所以这个故事的完整性跟它的精彩度是100%没有问题的。手中的那一张票请放心好好留着，我一定让它上映，请放心。